现在完全没人种，完全没人种，已经是听说拆也没拆，应该是搬走了半年。你看这里一进来，这里有点棕色，在这里是欧色，对，然后这里又有点不知道什么。这个原本应该就是一个天井，然后这个楼顶是加盖出来的。加盖啊，原来不会有这个。这应该是一个空的走廊，应该是空的走廊。但是这个壁花是特色，壁花是老的，对，原来那种老楼，每个楼里面都会有这样一个壁花，其实是每一个楼层都不一样。那以前你在新天地那里是这样？以前没有，我们以前是石库门的楼。石库门，那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。是是。好，我们上去走一圈。所以你看这些都不合比例的，你看这些，怎么可能这些黄泉军就走不过来？听说很多都做成两层了。对，因为上面睡，下面因为那个时候家里人太多了，所以就住不开。原来就是欧式的，他们挑高做的很高。这还有。就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条件还不错。对，这家条件。看吧，其实这本来是空的嘛。哦。对。这应该是个大的客厅吧？这个就是壁炉。对。这拆走，这只是。我刚才拍照的上面的那一层其实全是加盖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直到这一层楼顶都没有。都不知道加盖了多少遍了。OK。这家条件也好啊，就是啥呀？你看这个形状多好啊，这个。对啊。好讲究啊。就能住在这里，还是那句话，就是条件非常好。这个区域算条件吗？它这种楼算条件。算。然后那个胜利大戏院，是路遥。从小在那儿，他爸爸，他爸爸是那里的经理啊，经理啊，他从小就在那儿，是奇的，也是巧的。那你们文保的就把这些东西给拆了，全拆了，就是你像这种窗户不符合你的年代的，全拆，全拆，真的是每一条木都有写，好，就编号，地的结构，包括梁的结构，所有的都有摄像机啊，就是对应的去监测，有些变形，是吧？完，这个是根据它的这个现在的状况要去恢复。这两个窗帘你留下。哇！而且这些窗，这窗子变形窗不是最好拍的。哦。我们拍戏最喜欢看到这种。要不会完全反光。对呀、啊，而且都变形了嘛。对镜头透视过去都不变形。我以前没有窗就不懂得怎么摆镜头，因为永远是通过窗拍是最好看的。就是要避开它。对呀、啊。